嗯，子炮，你看青青，你看那边，青青，啊，有男朋友啦？对啊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大炮，你看你老妹都找到对象了，你四十好几了，还是条单身狗。大哥，你不是一样，还大我几岁嘞？你不是一样，单身狗？大哥，这样真命苦啊！老天对我们不公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人两个大男人的哭哭啼啼的在这里干啥呢？就说说了你也不懂，就是说了你也不懂，就说那单身狗了伤我们的心。你们说啥呢？我这一句都没听懂，有什么事直接说出来听听。你说，你们俩怎么还打起来了？大炮，你说。二哥说，大炮让你给他介绍对象。对，我就想找对象。找对象？那没工作你找啥对象呢？你有了工作，对象自然就有了嘛。哎呀，那工作不还不简单吗？关键媳妇是可遇不可求啊。对啊，你看我们四十多年都还没遇到，四十多岁了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也不找一下你自己的原因？在我们这里就你最有文化，从来都不替我们想办法。我对靠你的靠不上。哎呦我的妈。你们在靠我靠谁啊？我有这么多事实了吗？不是也没女朋友吗？有把野狼狗干嘛？不就为了做个伴吗？走回家。走啊，你还不回家了呢？哈哈哈哈。